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当事情不太顺利时，我们也常安慰自己说，天无绝人之路，若事情已经绝望了，我们只好叹息天不从人愿，最后事情若起死回生时，我们会高兴地说，天理昭昭，老天有眼，有一位真神上帝，看不见的并不表示就不存在。如空中有许多点托承载着美妙的音乐影像，虽然看不见点托，只要能借着适合的方法收音机电视，我们不但能知道电波的存在，而且能与这些电波有正确的接触。上帝虽然是我们肉眼所不能见，但借着他所创造的浩瀚宇宙和微妙自然，我们就能知道有一位真上帝，万物的创始者，有一位真神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新约约翰福音113，圣经创世纪1:01-5 General 1:1。起初神创造天地。General 1:2。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General 1:3。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General 1:4。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General 1:5。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老母娘，明明上帝老母娘，生天生地生万物，为天地万物生灵之真主宰，又称无生老母，又称明明上帝。上帝当知道，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四书五经所说的上帝。这真神两个字和上帝两个字，音虽不同，意思却是一样。就如大雅所说的音之为丧失，克配上帝。朱子说，上帝就是天的主宰。小雅上说，按形体而论，就叫做是天；按主宰而论，就叫做是地。既是朱子和程子两个讲解，和真神两个字的意思是一样，就可以明白，我们所敬奉的真神，就是古年间的圣人所敬奉的上帝。基督教辟邪归正论第56页，老母娘清净经云，大道无形，生育天地。可知天地之源出自于道，未有天地先有此道。道德经首母章第52，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复守其母，莫身不殆。皇母训子十戒，三戒为道，独尊我独尊，
生克制化老身份。三解十方母为主，养育圣凡一灵根。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创天地而与天地同在，自性佛即是灵，看不见抽象，但是它却存在每一位十方善知识的身上。所谓道化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天主佛与自性佛主耶稣对父神说，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也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约翰十七二十一，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地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始，始曰远，远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狱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大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的名在外邦中必尊为大，在各处人必奉我的名烧香。马拉基书一一一，老子曰，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混成章第二十五，皇母老母娘即是无极老母，无极老祖，无生老母，皇母天父，天上的父也，和华万军之耶和华神上帝真神阿拉阿拉真神主真主造物主为皇上帝，明明上帝造真理。老母娘慈训明明灵灵一变光，上帝赐而珍宝藏无量慈怀传一指清虚大化救援皇至尊无上威灵力至圣心法复贤良三界法与慈云布十方共母朝母娘万灵归根乐欢喜真宰无为居天堂老母娘上帝阿拉万物之真宰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一点明明上帝圣号之意以明明是代表先天纯阳光明本性。所以明明不为是超越现象界的明，且是内在的明。超越现象界的明为天命，内在的明为人人具足的本性良知。上帝即宇宙的最高主宰，他是诸天神圣三是诸神之本，也是宇宙唯一至尊的神。它不但是灵性之根源，也是创造宇宙生育天地运行日月长养万物的大主宰。在人而言，亦如无人本具之本性良知，如帝尧之大仁，禹舜之大巧，夏禹之大功，文王之道德，周公之大才，老子之感应，孔子之忠恕，释迦之能静，耶稣之博爱，穆圣之清真，观音之道慈，世子之喜舍，文殊之大智，普贤之大行，弥陀之平直，观圣之刚正，纯阳之虚名，五目之精中等十方众圣，三是诸佛，
一切奥义妙理，无量智慧功德，神通妙用，全是由上帝的性体中流露出来的。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我们所看到的一切，所看不到的一切，全是上帝所变现的。所以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与上帝同在的。上帝的灵光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细入无间。凡是日月星辰、江海井泉、白云彩虹、雨露霜雪、一花一木、一草一蛋、宇宙森罗万象，全在上帝的性海中。无量清虚形容明明上帝是无量智慧之根本，无量妙行之本处，无量功德之源头，是真空妙有，虚灵不灭的。至尊至圣世尊从其位为至尊至贵至高无上的，敬奉其德是圆融完美无缺的。三界十方，三界是指欲界、色界、无色界。十方指东西南北东南西北东北西南上下，表上帝的性体尽虚空遍法界无所不在。 X 三界二十八天图万灵真，在说明上帝的圣灵大而无极，范围天地小而无内，气入无间，为万有之本源，万化的真主宰。所以明明上帝为一切生灵的大总持，在传统道场亦有尊称为无生老母或以母子为代表，其意义如同明明上帝具有形上意与形象意，为万物苍生生命的大本源头。三界十方万灵真，在至尊至圣无量清虚言其本体尊崇其位敬奉其德载主其尊用在万灵遍不恒用在不无言为范其即形容其大说明其相明明上帝母子与母同音同义，自行与古母自相近，母字的情义一点中家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是阴阳代表用，体用合一为母，有体无用则至空，有用无体乃直相，即体即用即用即体，体用合一即是佛也。二点点代表无极，点代表真如本心，三点中线拉直透出圈外，表示超乎太极之外，贯乎太极之中。四点母字正转九十度，表示先天灵性之母，先天母乃外灵主宰，灵性之母亲无形永久之如来自性。太极字的形义中是天下之大本，代表体，两点是阴阳代表用，从代表无极动生阴阳，从直心代表真如本心。太极图各教圣人对老母娘的尊称，一点如叫天上天上帝明明上帝为皇上帝等，中庸交涉之理，所以是上帝天命之位请。诗经小雅明明上帝昭陵下土，大雅上帝灵汝
无二耳清。书经汤告为皇上帝，降忠于下民，若有恒性。二点佛教大日如来毗卢遮那无声等法华文具会本法身如来名毗卢，此番已遍一切处。谈经一问品，若悟无声顿法，见西方只在刹挪。大日经书亦云，梵音毗卢遮那者，是日之别名，即除安片名之意也。同十六曰，所谓毗卢那者，日也。如世间之日，能除一切暗明，而生长一切万物，成一切众生事也。今法身如来亦复如是，不以为喻也。三点道教无道无极天尊等，道德经有物混成，先天底生，即息了息，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在，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自知曰道。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点夜教真神耶和华天主天父上帝等，圣经创世纪上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五点回教阿拉真主，乌克兰经卷一奉大人大慈真主之名。六点先天大道无生老母明明上帝无量清虚至尊至圣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真主古兰经。如果你问他们谁创造了天地制服了日月，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亿。如果你问他们谁从云中降下雨水而借雨水使已死的大地复活呢，他们必定说真主二九六三真主古兰经，他是真主，是独一的主。一一二一真主是万物所仰赖的。一一二二他不生也不被生。一一二三没有任何物可以与他匹敌。一一二四真神道上帝生命在他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内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这等人不是从邪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上帝生的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约翰福音一四九一三一四耶和华 Yah 耶和华 Yah / Yahweh / 的称呼，在原文之意义乃是自有拥有的他，亦即不生不灭诸天之国与神之国，神为诸天之国之上的主宰，母居礼天，在诸天之上为万灵真宰。诸天之国与神之国，宇宙能量，整个宇宙充斥着舞动的能量，除了此舞动的能量，我们的宇宙一无所有。在某个时间点，这些能量分成许多有知觉的能量与无知觉的能量，从而有意分为二，就对立。斯瓦米维达帕若提 Swami Vedabharati 者着火瑜伽约翰一书第四章。
第十三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约翰一书3:24，遵守神命令的，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我们所以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是因他所赐给我们的圣灵。神的灵住在我们里面，何处？约翰一书与约翰福音在文体上颇相似，因此可能是来自于同一个作者，福音书作者约翰。神上帝老母娘的灵住在我们里面，圣经创世纪提到上帝创造天地万物的情形，创造人时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的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树圣子创世纪2:7教产到国家所言正法掩藏灵山柳枝敬亭主人翁真主人真如等等。儒家所言大学之道三人之行天命等等。道家所言古神胡俗玄听众庙之门等等。回教所言阿女木亮木米木回回之地等等，基督教言十序图，十伏羲64卦圆图，十一伏羲64卦方图，十二伏羲64卦方圆象数图，十三文王八卦方位图，十四文王八卦次序图副歌诀，十五文王64卦次序图副歌诀，十六文王64卦和36宫图表，以易之辅易图表，十七乾坤升六卦六卦升64卦图，十八64卦反对变与不变图，十九八卦64卦往顺来逆图，二十本宫卦序表1-2，二十一本宫卦序圆图，二十二本宫卦序相推之图，二十三本卦卦序表，二十四64卦先后天消息全图1-2，二十五64卦变通之图，二十六12卦气图，二十七12月卦图，二十八12月辟卦图1-2-3-4，二十九六日七分表，三十六日七分圆图，三十一99图数图，三十二99方数图，三十三纳甲表，三十四纳甲图1-2，三十五纳辰图1-2副歌诀，三十六纳音表副歌诀，三十七五行生克图表，三十八天干的之分和五行表1-2，三十九12乘六和三合表1-2，四十五运六气图1-2副歌诀。立言一义字伏羲画卦，一文一画，本合图画文字为一，虽太极等图，系后人传出，源流自远，讲义时因病及各图，以资参政，亦为圣人明天道以立极，立人道以治教，本为明道而作，有关内修性命之功甚多，故讲义应注意道功，一义即本天地之道未交，内中多产神鬼之德，阴阳之情，习义者必有尽性之臣，而讲义时应注众人神因果之理，一义明神道，为民性命之源，吉凶祸福均属一中固有之意，凡人生穷达受夭皆有定数，不可忘干，则习义者必明行藏之所宜，得失之有定，故讲义时
因注重吉凶毁令之说，而求其无备于术也。一义者，包乎道德性情术相各类而言者也。言文必故意，言术必真相，因明思义，因类辨物，因此审情，不可偏执，故讲一时，务求其贯通一切，而动明圣人立教之旨。一义之言吉凶，重在术，言术重在相，术见其气，相别其类，以真人事之所合，即以测天道之所宜，而见相必因失归，明术必后气运，天干得之，五运六气皆易所重，故讲一时，因病及战事之术，测验之方，一义之为交，原以受民全身之道，推之成人成物，以致治国平天下，莫不贯通。而原始要中为第一义，人之习义，亦当求其先后，不可好为素隐形怪之谈。故讲义，虽不能如王弼之扫相，亦不可如废世之徒以哉一言也。一义道博大精深，无不包备，内则修己以一天人，外则成人以一道德，而本末亦以贯之，即时中也。习义者即安思义，必其实行，务求行动嫌疑，言思不备，而能有德以为士则，有道以为人师，术可使义教众明，圣道弥广。一义之为交，始于古圣，产于道宗，成于儒者，言既为经，旨由玄妙，故该各教之义，及诸派之大臣，习者当以圣人天下为公之心，亦本有教无类之旨，不可自存门户，有入主出奴之见，以自遐而遐圣人之教也。一义传至今，著说不一，汉宋各异派，儒道不同宗，遂致议论分歧，争持举语，徒乱人意，何必圣经？经资讲义，务求阐明为言，表彰至道，不执于宗派之习，不图为痛意之求，即令汉宋诸儒有所着见，能探经旨，不窥经义，人可互相引证，其其贯通，无问其人，知真于世，则于圣人讲事之后，又可多的研究之助云耳。以上各条，系为讲义之前必知之事，以义经志不易明，必先知其言习之道，方不为其徒所误，略指大概，以告读者，或亦即深言机之一注焉，说明易经在未讲之先，有因行准备诸事，因此经不比他书，但是文意即可明白，必将图像数理占验诸学，均为说明，凡讲述时所应注意者，当先指出，使读者随文参证，更无疑义，并可求其实用，不蹈虚谈玄理之弊，故于讲经之前，须略加说明，定为立言，使既讲之后，均可按图所记，不致场谎迷离，有偏于汉宋门户之见，而能会通就近，有以探天人道德之源，恕不负夫子灵坛教会之苦心也。宗主序，义道玄微，至于无名无形，意象广博，包乎万物万事，盖有天地以后，无物不在意中，未有天地以前，一气即为一体，故先后天之名，守者于义，天地鬼神之情，敬备于义，性命道德之言，皆降于义，生死变化之术，均述于义。
以言天地，则敬其神；以言人物，则盖其道；以言往，则肃诸无始，而立其极；以言来，则推至无尽，而明其化；以修，则道立而得成；以行，则事理而务顺；以其公言，则成王道之治，而无所谓；以其体言，则服先佛之真，而大有德；以用于寻常，而不悖于情性；以致其远大，而能抵于中和。是谓道德之宗，命数之本，天人之所由一，事物之所由平。政治以成，制作以者，君子小人各尽其德，甚于贤否各事所成。虽取舍万殊，而抵于一道；虽变化静态，而归于至中。盖本诸天道之常，仿于大道之则，宜于人物之情性，便于幽冥之感通。故在天地间，深沉者莫能外，从事物间，行止者莫能为。允一位万古之师，万类所以，以为教化，则包诸宗；以为文章，则造至极。苟非至圣，孰能为之？故夫子备言其经，诸儒赞其要，和五经以正其中始，立众善以争其初成。不可视为古书，同诸旧史，不可成为文艺，彼之诗词。精益求精，必实行而后得；博而反约，必贯通而有成。是以讲演不厌其详，言求由虚静，真文而宝藏于心。等诸全权之言子，集思而实行于世，无复循循之泥山。数亿道或见众名，后生不迷古训，则世运亦将成大志，万国进化于斯文矣。是为序，序立，复甚序立。译者，古圣人作也，传于袍溪，少述于神农轩辕，继承于尧舜及夏后氏，周文因而变化之，以成经传之经。盖袍溪时，因河图洛书之见也，气神之营运，而终极有力。道者，一体以用而不穷；天者，一道以行而不习。是以有本则不失其序，有道则不敬于用。以不二为德，则生生不已；以至终为体，则循环无端，皆顺乎自然。是于至道，无畏而无不畏，无私而无不忠，无虑而无不得。故明道之为道，则天地人物，莫外道以生成；明天之为天，则生长盈虚，莫非气所运用；明生之未生，则吉凶受夭，不出数之进退；明数之未数，则行藏出处，宜因时之推移。时者属乎天，位者立于地。天地者，人物生存伤杀之载；时位者，事物消长代谢之机。由天地以后言，则人物自天地出；由天地以前言，则天地自道成。所谓形上未道，形下未气，道气之间，意以贯之，是谓之意。故作意以明一切，凡先天后天人物，莫不归于意。意者，意也，终也，极也。无始而有始，无形而有形，无名而有名。意者，自有以素无也，自无以推有也。有无君其于意，故意作而有无以明。天地祭奠，日月山河，各有其纪；飞前木石，各有其类；
世代地善，岁时迁移，各有其序，生长收藏，营畜美恶，各有其名，而异于不一，同于不同，各因所事所宜，以始以终，其所维系之道，往来之途，各因所合所至，以成以败，皆统于一，以归终极，而顺于天道，故义利而万类已定，天地之间人为贵，人之身也，受天地之中气，而有性命，顺造化之推移，而变等名，因生养老死之道，而有人事，因喜怒美恶之感，而有人情，而有以事，权之，利之，导之，以抵于成德，而有以教之，会之，见之，临之，以尽其原始要中之道，是皆备于义，故义利而人道以全，夫圣人之于天道也，通于神明，见于隐微，于人道也，明于性情，备于教正，于物之宜，是之利也，祥于本末，昭于变化，而后利益以告于天下，垂于有众，使天下不迷所生化之道，不失其修为之德，不惑神鬼之灵，不背性命之责，而皆生尘安乐，与物同寿，与天地同德，日月同明，鬼神同其吉凶，气运同其变化，而后圣人成物之道境，成己之德宏，而天下无不备其德，悦其道，此则圣人利益教民之功，可并天地负载，其名成修道之行，即同于治平正行之师，故义之利也未教民，而人之名义未律圣人之教，以至于自名成者也。天下人类果皆律世交以立其成，则义之道成矣。义者，有义之义，言将义天下也；有不义之义，言是其体不义，而后其用不尽也；有简易之义，言推始于太一，而立本不二，以成其无习之德，达其用中之道也。知思三义，而后明义，义起一言乎哉？宗主附注：今先将讲义之法说明，讲时采用一善本为准，五经各本，向多用诸本为易经，诸本有未善，不及后世来世本，不过来世所演图表过繁，只宜参考，难为读本。今奉夫子命，就来本，截取必要图表，复列经文之前，去其繁而存其精，以便初学。因言亦必用图表，前人均有传图，为讲习之用，汉时儒者师之，人传于道家，及术数者流，如人只重文字训诂，虽有所得，不以复经本，使图表无传，非义之不用图表也。宋时以周绍之所习得于道家，参于术数之书，今成诸审则，加于经本之前，亦于是有图说，而不得其全，不明其用，仍无补于义，来世复增演之，以广其旨，故教详备矣，而不明其统系，不知其用之主兵，亦知先后，由难使习者一目了然。今就所演，加以审证，为之讲明，以见古人义教之权，而尽义道之用，恕于后世读者有所裨益，致其错误或遗谬之处，随时指正可也。又曰言义本天道，而习义则人事也。
言天道则重气数，言人事则重相，以气数言相，是天道；以相言气数，是人事。因气数难知，相亦见也。先有气数而后生相，此天道之自然。先明相而后明气数，此人事之次序，要皆本末之道也。如见天灾时变，而知天意，即由相以知气数，是由末达本者也。而相因气数所生成，非有相而后气数至，是由本即末之道也。故明本不必求末，而不及本者必自末始。今之灾变多矣，天之风雨旱涝不必论，即物之为变亦火矣。驱出道上，机伸双手，种种怪异，非相之见耶？至于惶难之灾，又其至明者，皆气数所感化而然。欲明气数，但求之相，即知天变之不已矣。故灾有天灾，亦有物意，而莫非气数为之，亦莫非人心照之。人之变亦犹多矣，怪产其病，且不必数。即风尚之坏，情性之乖，或至逆伦背理，先耻败德，皆自人心之非臣之。人心如斯，欲气数之不变，得乎？此古人从天变，而必则于人事也。气数虽自天定，而变未灾福，则人所感召。人只知天灾之难堪，不知人心之难善。是众莫忘本，如浮舟海中，欲其不动，何可得也？义者义也，以人义天，以天义数，皆有必至之事，固然之理。精于义者，唯求益其不善为善，而可益其灾害未福，是则圣人以义为交之本旨，端在此乎？宗主序例，易经上下篇，文王所至，其卦象本伏羲以来，所有卦辞爻象，参古意，而加入新意，此经之经文也。系辞上下传，说卦传文言各类文章，则夫子搜集古圣所传，各异所用，而与文王亦有相发明者。续卦传则夫子就文王之卦序，而说明其意趣也。杂卦传则夫子参合各异变通文王之序，而推演其变化也。故传皆成于夫子，文王之经，夫子之传，乃为经义之本。经文虽不尽作于文王，而文王总其成，以卦序实文王所至也。传文虽不尽成于夫子，而夫子曰其要，以山定时义，实夫子之功也。此一经一书，虽曰自伏羲始，不过有其卦耳。虽曰历神农皇帝唐虞夏商各异之变，不过兼存其辞，见其意耳。故名之周易，实文王与夫子二圣之作，为文王，无周易，为夫子。周易之意不全，以经文简，而当时忧谗忧饥，有不能尽诸文章者，故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以此夫子必未补之，补之不可杂于经，故列为传。传者，名有所传也；系辞者，名其系于经也。凡系传文言之类，皆为周易不可少之文章，以周易之意，呆闻而后进。若无知，则周易犹残阙也。而夫子十易之功，不在文王下，且文王未言者，亦得夫子未详其略，而显其为，此足见夫子宪章之功矣。经文与传之有同意者，
则由船采自他意，船于先贤有所受也。或与传闻参差互出者，则由经文意有未尽的于言外而未补述也。故传闻中上下细传，全为辅证经文不足者，凡古人制作，取义必专，立旨必纯，故成一家言，有独众之意与旨，而不杂他说。即有执实者，亦其言与其意旨同，虽言不同而实同，此不得视为何各家言。文王之意亦如是也。故所不录者，唯以补之于传，而以细传明之，明其一本经文应有，以未得列入，别立为传而细之于经云耳。故细传上下，含义最宏，取例最多，凡以前各异，即涉于数项者，无不采录。虽言尽杂记，亦若旁搜，而皆本意中固有之理，与气属必明之道，如河图洛书、二气五行、九宫甲子、五音六律、五运六气，以及天文地理、日星轨度、岁时节候之类，凡属于气之所化、行之所生，数有推移，象有深沈者，皆异也，皆异象固有者也。故皆以采之以正义，而见义之广大神用，此系传所执实，非一家言。大之信道之功，小之术数之学，明则日用起居之事，玄则神天幽渺之说，皆详载焉。苟读经而不先读之，则将不知义之用矣。系传者，尤习一言，教经有要，经现于体制，故辞曰易简，传则无所限也。而其辞善，其义宏，上下古今巨细显影，无不及也。故其言义，有先天，有后天，有连归，有本宫，有岁象辟卦之类，其言数象也。有河图洛书，有太极两仪，有天地生辰术，有五运六气、甲子岁会之图，其为古圣所发明者。自伏羲卦象，变为文字，神农医药，黄帝历术，及诸制作文物器具，设立校正，开天下先者，无不可由传中知之。虽未易经之传，实易于上世之始，其易则由于中国文化，自易卦始，易卦以前，虽有难机，其可考者，皆在易卦后也，皆仿诸卦象者也。故象卦时包天地，纳古今而弗疑，言人道者，必从之，以明为人之身；言天道者，必应之，以明天的之见。故名曰易，即太易，易太易也，为万有之始，以上无所有也。故曰易，言自此而后变易，变易则无者未有，易者未众矣。此易道至广至高，而细传之辞以繁，易以博，直是故也。全义大旨及习义要例，宣圣讲义，义之为书，传自上古。伏羲是始化八卦，初具规模，后知圣人，少数推演，至卦既备，列爻易名，唐虞三代各有演习，分为连山归藏乾坤之意，文王崇家转序，弘以文章，辨其战力者谓典则。周公绍之，降臣论义，博采遗言，撰为至教，是经传之意也。上古无文字，制作文物均极简陋，
伏羲览河图洛书而后制卦象，是则文字之所识也。虽当时类无文章，有如图画，实则象意之字，由之鸟官氏之象形字也。字虽传于鸟官，画实创于伏羲，其象形之字，会意之文，多取一节神至于历代，非创自鸟官也，以记载无始，传说难详，故莫能尽考所自作耳。而一之卦象，则传之最久，故昭昭于人耳目，知为伏羲氏之创制焉。其后圣人推其意，弘其用，以为制作之本，典型之由，故由众之，盖历代文物莫不祖述于一也。一之所作，既因图书传之天然，有非人为，其推演变化皆天地自然之序，其运用本末皆造化自在之则，故非人治之，乃人为明之耳。创之者然，述之者然，少演变化者亦然，以其本末天道，终始运数，有定序，有吉则，不得有所异也。故异者，天道所自见，运数所由明，而被于人天相合之教者也。卦象之志，一本气数之盈虚而定，其多少变异，莫非天地自然之物所合者也。卦序之志，虽各异不同，一本于气运之往复尽止，循环已成，莫非天地常变之道所服者也。卦之有本末内外，即生成消息之象，爻之有时未变化，天地人鬼之象，义之有天地父母，万物万事之类，战之有吉凶祸福，因果感应之类，皆本于天地固有者也。卦序之有先后天之别，卦用之有主客体用之别，义之有门户高月积偶正反之名，战之有来去变异从为动静之名，亦皆天道人道固然者也。盖易者，圣人睹天地之序，测日月之度，明人物之情，达神鬼之德，而推其始终本末，生成变化之道，及夫人物事理所宜之类，明夫气数消长，时的迁移，以合于人生，立为人道，而教民物迷者也。义之为道至矣，天之所授，神之所明，圣人从而演之以告人耳。虽天地未有之前，尚在义中，况天地乎？虽天地难知之道，尚可推之，况人物乎？故义者其德显，其道为，其用明，其体不可见，其大无外，其细无内，观其象，可尽其意，通其意，可服于神。虽立人道以始终，而归于天道，虽厌气属于既往，而急于未来，是以历代圣人莫不谆谆焉。论之以阐其精，广之以达其神，分合之以穷其变化，真验之以明其气数，唯恐人之未能尽其义理，故向外详其辞，经外者其传，辅以图序，参以诗规，以教天下后世，其先觉绝明之心，以可见矣。余于文周之宜，习之既久，促通其意，不敢负先圣垂教之意，更及其说以彼之书，授于耳。